jungle. Audio Jungle. 虽然杜鲁门号航母还在横跨大西洋的行程中，但紧张的火药味以及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，美英法即将动手。是否敢空袭在叙利亚的俄军和伊朗军队不知道，但要空袭叙军则是必定的。因此，在空袭之前，叙利亚空军就已经将自己装备的苏-24M 战斗轰炸机、米格-29战斗机、L-39教练攻击机和苏-22攻击机等主力装备，将全国多个基地转移到了驻叙俄军赫梅宁基地。鉴于空袭并没有波及驻叙俄军，叙利亚空军实际上实力并未完全受损。虽然多个空军基地被严重毁伤，但在修复之前，叙利亚空军依然可以从赫梅宁基地起飞执行任务。叙军依然在与多个地区的武装分子作战。事实上，在空袭发起前，美军侦察机就已经开始高强度执行侦察任务，一个昼夜达到了七架次。从西西里岛和克里特岛出发的美国海军侦察机，包括新型的 P8A 海神和经过升级后的 EP3 奥利安2，不断靠近驻叙俄军拉塔基亚和塔尔图斯军港等地，侦察这里的俄军反应。而美国空军的 RQ4 全球鹰则不断在黎巴嫩海岸线附近活动，相信这些美军侦察机都是在为后来的空袭确定最终目标。在空袭中，因为发射的巡航导弹和空地导弹没有进入俄军防空责任区，驻叙俄军防空分队没有做出反应，加上伊朗的沉默，实际上经由叙利亚防空部队参与了拦截行动。叙军消息是拦截了约110枚导弹中的13枚，俄军则称叙军拦截了71枚，真假难辨。不过在2017年4月的空袭中，俄军第一时间称叙军拦截了全部59枚导弹中的30多枚，但随即以色列卫星曝光，导弹全部命中目标，并没有被拦截。有意思的是，就在空袭发起前一天，伊朗准将 Kiam Haidari 还强调将对美国和以色列的袭击做出强烈报复，摧毁以色列。但在空袭结束后，伊朗当局继续保持了沉默。